我去！哎，老公，你干什么去呀？这个人一看就是碰瓷的。哎呀，人家是晕倒了，哪能是碰瓷的呀？老板今天叫你来，是要升你当主管的。你等这个位置等了多久了呀？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主管的位置可就是别人的了。如果这个人真出了事，我就是刀上了主管，我良心上也过不去啊！哎，姑娘，姑娘。 来，姑娘，我送你进医院。有一种力量，无人抵挡，它永不言败。白医生，你是食物床病人的家属吗？我不是，那个病人怎么样了？幸亏你送来的及时，现在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赶快去把住院费交了吧。哎，好吧。 老板，进。你已经迟到整整3个小时了。老板，我路上出来点情。停，你不用解释了，主管的位置已经有别人来坐了，你走吧。好吧，老板。喂，姐，什么？就你的人到底叫什么呀？ 哎，老公，怎么样了？老板嫌我迟到了，主管的位置已经给了别人了。他叫刘立冰。好，我现在有点事儿，等一会儿我晚点去接你啊。哎，大柱，等一下。 你刚刚迟到，是不是因为救了一个人呀？是的，老板。那你想不想升职？老板，主管的位置不是让给别人做了吗？谁说让他当主管了？我要让他做经理。啊，真的吗，老板？那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老公，太好了。 你们俩这张入职，今天呀，加会班，我一会儿叫你们做策划案。刚入职就压榨我们，我朋友找我逛街呢，我先走了。苏总，你教我吧，我想学。那套化妆品呀，特别合适，你一定要入手一套。老板来了，先不跟你说了。 苏总好，公司呀新接了一个项目，我想交给你们两位新人来做，如果做得好的话，奖金10000。我来，丹妮儿，我可比你来得早，这个项目啊交给我来做，这下可以买新衣服了。丹妮，你不争取一下吗？机会可都是平等的。苏总，这同事之间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，这次就让他做吧。 苏总，对不起，这个项目还是我来做吧。好，你给我出去，别再有下一次了。苏总，对不起。白姐，我这里有点不太懂。苏总，这个项目已经把合同签了，您过目一下。做的不错，去财务领奖金吧。谢谢苏总。喂，妈，我呀，今天发奖金了，马上就可以放假了。过几天我给您买几身好看的衣服，再给您买点好吃的。 苏总，我不干了，你不公平！不公平？那你说说我哪里不公平了？我跟丹妮同时来的，她已经提前转正了，我还在实习期，我俩工资差那么大一截，要不是你偏心，怎么能变成这样？所以，经过你的分析，你和丹妮的差距这么大，全是因为我的偏心造成的，是吗？对呀，除了你偏心，还能有什么？好，那我问你。 丹妮在请教同事工作经验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上班想着下班去购物，下班后玩的第二天起不来，还撒谎说你妈妈生病了。
这就是你们之间差距的原因。那是因为你上班打车睡，没事就往厕所跑的时候，丹妮在干嘛？她在和同事研究工作方案。生活本来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有付出才会有回报。那她也是势利眼，现在都不跟我玩了。势利眼，项目摆在你俩面前，丹妮主动谦让，而你呢，上去就抢，奖金还没到手，你就想着怎么大手大脚的去花。丹妮呢，奖金到手的第一时间就是想着给妈妈买礼品。是，奖金怎么去花，领导管不着，但是你也不用这样，我相信我看人的眼光，你和他同样优秀，所以我才对你一再的容忍。接下来的一句话你一定要记好了，一个人想要有很大的提升，首先你要优化你身边的圈子，什么样的圈子决定你走什么样的路。小人只会教你偷奸耍滑，混子只会教你坑蒙拐骗，狐朋狗友只会带你吃喝玩乐，不务正业。限制你发展的不是你的选择，也不是你的智商，而是你的圈子。如果有一个人能开阔你的眼界，提高你的情商，纠正你的格局，带给你正能量，那么这个人就是你的贵人。只要你愿意努力，从现在开始，人生最坏的结果也大不了是大器晚成。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，明天你好。闺女，有客户在啊。把饭放在桌子上吧。哟，苏总，这就是你爸呀，我都没想到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给大家介绍了。你要不说呀，我还以为是捡破烂的走错门了呢。姑娘，你有事儿，爸就先回去了。哎，爸，你等一下。白总、古总、郭总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苏总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呀没忍住。古总，你也别怪我说话直。昨天我刚给我家老爷子买了个小别墅，这衣服我都是成千上万的给买。不是我说你，现在你苏总的档次也不低呀，怎么能让你父亲穿这么破的衣服啊？就是，怎么能让你父亲穿这么破烂呢？真是丢人。我看丢人的是你们。苏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爸他虽然年纪大了，没有年轻的时候英俊潇洒了，但是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省吃俭用，要弯着腰做事，直着腰做人。我父亲他勤俭节约了一辈子，他今天送来的不是菜，而是父爱。你们一个个腰缠万贯，难道忘了父母亲艰苦朴素的岁月了吗？你们不要以为我父亲穿成这样就是给我丢人了，而是他勤俭节约习惯了，即使我给父亲买再贵的衣服他都舍不得穿。请你们记住，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，要让他们养成尊重他人艰苦朴素的好习惯。姑娘，你长大了，你是爸的好女儿，一个人内心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啊。爸，我看今天的合作就到此为止吧。出去了。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多轻松上。姑娘，这只鸡汤你蹭着就喝了吧。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。